今年联盟的主攻王。穆勒斯在拿手的弧顶三分出手，舒世轩还是守得很好哦。嗯，杨敬敏现在争取来一个两分球。这边拨了一下，前面已经国王有人数上面的优势，在左边底角喷进外线的是阿美战士杨敬敏，拉出来啊。对，在他拉出来之后，一开始林书伟要接应，可是钱肯尼守得非常好啊。哇，下半场一开始老杨敬敏在处理球，这个过到篮底下成功得分。现在新北国王在这个在打球的经验上面差距比较大啊。再给到 Byron Mullins， 又是由敏哥创造出。